怎么了？你就是 mini CA 的三毛吗？你终于露脸了。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对啊，我就是第一个玩迷你世界的三毛。你是第一个，那他应该就是第二个了吧？春风吹，战鼓擂，今天是我第一次露脸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今天第一次露脸，那我之前见的那个是谁？迷你世界三毛露脸，他本人到底长什么样？看看你这德行，鬼鬼祟祟，丢人现眼，披头散发，人模狗样。怎么跟我出来闯荡江湖啊？说从昨天开始，有小伙伴发给我好多图，问我到底哪个是真三毛。当我看到下面这些图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震惊了，这跨度有点大呀，兄弟们！哎，有这样的啊！当时我一看，哎，这不林俊杰吗？这不是？但又回过头一想，哎，这应该不是林俊杰。我记得林俊杰啊，眼睛比这个还小。哎，他总归呢，啊，他不是三毛，这怎么能是三毛呢？我记得三毛啊，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当然还有这样的啊，这样的啊，这样的，哎，这个有点接近了啊。这东我想说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毛着呢啊？你个小黑子啊！我想说啊，可以不爱，但别伤害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还要这样，我就哼，你就怎么样？我就夸你厉害。此时呢，我的耐心已经逐渐用完，我就想说你除了第一张相人以外，其他的能不能整点整点阳间的东西啊？正当我准备给他发我和毛这个合照时，他突然发过来这样一个视频。你就是 mini CA 的三毛吗？你终于露脸了。对啊，我就是第一个玩迷你世界的三毛。春风吹，战鼓擂，今天是我第一次露脸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我记得上一次像这么无语的时候，还是上一次。哎，现在小伙伴们啊，对这个人啊已经非常的熟悉了。哎，这不汉堡吗？这不是？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时间还是太短啊，再给个一年的时间，我估计这全迷你主播都得跑到他这儿露个脸，兄弟们。啊，最离谱的事呢，啊，说到这儿了啊，有的小伙伴昨天还问了。默默，我看到毛子他发自己露脸视频了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你不是见过吗？你帮我看看。哎，人家都自己发了啊，你还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难道默默在你的心中地位就如此重要吗？啊，那好吧，那我就你看看啊，真正的毛子长什么样子。哎，兄弟们看到了吗？啊，这个才是毛着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啊，跟默默比起来，差那么点意识，对吧？什么啊？要看一下默默的啊？那行吧，看就看啊，到底看看谁最好看，来吧。